有了 iPhoto 11的新功能，你可以轻松玩转 Mac 里的照片。打开 iPhoto 11，呈现在你眼前的是耳目一新的设计，绝佳的全屏幕视效让显示屏得到充分运用，它犹如一块大画板，给你更多的空间浏览相簿。你可以用面孔功能查找朋友的照片，全新的书架浏览模式让你的相册和卡片一目了然。用电邮分享照片时， iPhoto 11能让它们变得赏心悦目。只要选择想发的照片，然后挑选一个 Apple 设计的模板，比如卡片纸、明信片或公告板，无需担心缩放或格式问题， iPhoto 会帮你搞定。它支持常用的电邮服务，你可以直接通过 iPhoto 发送照片。 iPhoto 11让你屏幕上的照片更精彩。这里共有6个全新幻灯片主题，让你的照片活灵活现，比如节日悬挂装饰。全新剪贴布主题拥有面部检测功能，将照片里的人物变成焦点。有了 iPhoto 11，你能发现更多绝妙的新方法，尽情享受你喜爱的照片，并与亲友分享。